近期的很多编舞都是 Franklin 帮我编的啊，我也爱找他编。去年街舞时候让他帮我编了那个队长秀。Franklin 的水平在今年的 Urban 舞者，如果他说他是第二的话，应该没有人会说自己是第一吧。完了，这个毛巾也给了。接下来三条不出去了，我们是要冠军吧 ？OK。觉得千玺团队目前真的非常厉害，因为很多都是在中国很老的 OG 啊，在自己的领域上都是数一数二的。所以说，其实我觉得他们战队现在来说真的蛮厉害的。不知道是我审美提高了，还是。判断力更足一些，反正我觉得整体会比去年厉害一大截儿。